俄罗斯的亚森克一家人因为很喜欢浣熊，而决定收留被弃养的浣熊，为他们打造新的环境。有小溜滑梯、荡秋千，让浣熊们可以在里面生活的无忧无虑。因为被饲养过的浣熊没有生存能力，所以没办法回到野外。亚森克一家人爱护动物的心，让世界更有爱。水桶旁的浣熊们开心地捡着漂在水面上的小饼干，另一旁的浣熊在木头搭建的平台上吃得津津有味。这是俄罗斯罗斯托夫州郊区兽医娜塔莉亚森克一家人为被抛弃的浣熊们提供庇护的新家，让他们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人们常常因为喜欢浣熊可爱的外表就决定饲养它们，但饲主往往还没有准备好如何照顾它们，所以在不久后许多浣熊就被抛弃。如果浣熊已经习惯人类的饲养，将无法回到野外生存。亚森克提供了一个庇护所，让无家可归的浣熊们可以生活下去。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енотов, попавших в трудную жизненную ситуацию, попытаться спасти, дать им дом, еду, хорошие условия, вот, и чтобы они уже отсюда никуда не уходили, остались здесь на всю жизнь. 目前亚森克一家人收留了12只浣熊。最近他们在住家附近购买一块土地，计划建造更多的设施，能容纳更多的浣熊，也能增加浣熊的活动空间。